问讯。上人早。好，我是小儿心脏科邱信惠医师。那去年有因缘机会有照顾了一个18岁的大小孩，他本身是一个脂质代谢异常，只有27公斤，就是一种罕见疾病。他的血脂肪会很高，好，他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会很高，血糖也会很高，所以他会合并有一个第一型的糖尿病，必须要打胰岛素。那这种病人还会有一个肥厚性的心肌病变，所以他的心脏功能也会慢慢的不好。对，所以后来就启动了就是跨团队的照护，说所幸我们因为整个团队各个职业方面都会有专家，所以营养师啊、药师啊、新陈代谢科、肠胃科，然后眼科等等，就一起帮他做会诊，就也发现他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眼睛有很严重的糖尿那个黄斑部病变，所以眼科也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后面以后没有治疗就会失明的风险。那这个病人其实曾经也觉得心灰意冷，所以他其实曾经有自杀过，所以我们后来他刚开始都不讲，那后来因为就是慢慢的跟他知道我们就是整个大家慈济置业非常的帮助他，尽量的减少他的一些负担，所以他其实慢慢的就比较越来越像信任我们，所以他也慢慢的讲出他的一些潜在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社工啊，他其实很用心，身心科医师也慢慢的跟他就是会谈啊，慢慢的，所以他其实现在非常的感恩大家整个医疗团队的照顾。那我们也祝愿他能够就是顺顺利利，那以后能够把身体照顾得好，那这样子就能够把他的人生从黑白变成有一点彩色。对，感恩，真感恩呐、啊，听到了，病患得救了，期待呢。病人看到医师给予病人的信心，这样的医病之情能通达，这种就是我最期待我们的医疗系统，从花池北池啦，还有呢短啦、台中中池，我总是看到了、听到了，每一位医师都是呢很用心，真正的都听到那一份医病情啊，很牢固的，也是听病人，因为呢，许多慈济人呐、啊。同样呢，也要相信我们的慈济医疗。所以说，慈济人大多数都是我们医疗的病人啊，都会听的、啊。慈济人啊，对我们的医疗呢，总是那样的贴切与依赖，啊，也是夸奖。所以我心里都会想着，啊，这样就有价值了。四大事业呢，不就是慈善是为贫困吗？那医疗就是为病人吗？那教育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达成我们社会的希望吗？那人文呢、啊？不也就是呢，要把人之美，而且呢，真实铺出来，给予社会呢，也是有一种教义。这都是呢四大事业，很期待，也是呢很真诚的，所以啊。都对医疗，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听来都有做了，也是做到了，救人爱人了，这里都是医护他们的所赐福报，这种修起红多。应该是天天在说，这
不断地反复说的话，我会一直在说，表示呢，那就是很有道理，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话来代替哈。总是呢，依附了，就是为了爱，还要拔除人间的苦难，所以呢，选择依以附。就是我相信，那我感恩，人生最苦莫过于病痛，所以呢，这以生活书写每人生命中的贵人。这是一个九岁 的弟弟啊，他吞的东西是自动铅笔上面那个笔盖。那小儿异物呢，困难诊断的原因是因为小孩子啊，他们不是很清楚，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会表现哎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咳嗽这样子。我觉得第一关是小儿科，他们发现了就是他有异物塞住的问题，他们在 X 光上面发现哎他的肺怎么变得比较小一点。如果小儿科医师在这一关就也忽略了的话，那这个弟弟呢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右边的两个肺叶可能会就此就坏掉了。在开刀房里面的时候呢，小儿的气管是很细的，然后他必须要插比较细的管子，只要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他就不能呼吸，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呼吸器拿起来从他的气管里面进去。所以对于麻醉科在维系这个呼吸道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夹了两三次，其实我的手感大概就知道啊，这个不可能用这种东西夹得出来。那最后呢，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软的这个支气管镜从我们的呼吸管里面去看，然后把硬的支气管镜的器械从这个管子的旁边一起再伸进去。这个过程大概花了6个小时才完成。对啊，中间也是有我们的那个胸腔外科的主任谢敏肖医师，还有我们的外科部的部长一起来集思广益一起帮忙，还有所有的开刀房的护理师，还有麻醉科的护理师。我们也是觉得听到了那孩子医师用多少的时间都是要抢救他的生命，我们好好把他拉回来，好好让他健康长大，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为社会贡献应该会很大。这都是呢，我们要救人，无不都是为人而救人，为人间来救人啊，这种被救的贡献出去，这呢就是循环哦，这就是爱的循环呐、啊。所以真的很感动，每一回跟医护在听分享，还有呢，我想要说的话，无不都是呢赞叹与感恩呐、啊。医生甲护士是心心爱的奉献，身与心灵的爱的奉献，既要把他生命中的苦难，还要抚慰了他心灵中的惊怕、一惊，总是呢也要耐心哈、哦，爱心、爱心与耐心呢是医疗医病的良方啦，医疗甲病人吼，上好诶，迄个牵引的医护呢，从内啦，要先和和互协，这种合伙合下，彼此呢互相分享，那病人的状况如何来解决他的身心，这嘛都爱医护吼。那医生跟医生，护士跟医生，那护士跟护士，这种的身心的连接起来，
安尼对病人呐、啊，绝对呢有很大的好处。好处就是心病痛，医生关心伊；心里有不能解决的，医生贴心，请贴心的医生能体会到他。心里想说而不敢说，如何抚慰他？我相信哦，这是先生言，主人福哦。先生有这份的那个爱心，那病人呢，他就放心。所以讲哦，先生言，主人福哦，和病人放心啦。和病人安心啦、啊，相信了，在医病之间，那个情就会拉得很好。